边的，可是我刚没有讲到话，就不知道是确切位置在哪里。拜拜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刚讲。看一下啊，你在哪？哇！在鱼那边啦！哇，他在小岛上，在小岛上。啊？我不是说我先飞过来了吗？对啊，你在那边玩。好，来。好了，我在附近了，你们可以飞了。小岛上哦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在这个对面，我想说就走到这对面来的，对面的岸边，海岸边，哎、哦，我是河岸边，好哦，不，海岸边，我到了，所以现在危机上面有做打什么东西会掉什么宠物视频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大家看一下，帮你加观众，晚一点再看一下哦。他讲了，可能是他有打到吧。不、哦，正好在打羊驼，就公开你的世界邀他进来，把冰棒抢走，再把他好友删了，直接把羊驼抢过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哦，不是直接把章鱼抢过来，哦，太坏了。哎、欸，连自己找章鱼都不用，直接抓过来，可以呀、啊啊？什么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地层哦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啊？在地。好、啊，我在岛上啊。你怎么？雨月这边的岛上。里面是一只 boss 吧？对啊，我刚看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大家都来一起打吧。等下哪里呀、啊？啊，这个要竖琴。啊，要过去吗？金色门要竖琴。对，那金色门那边有点吗？它是金拱门。等一下，我看看附近有没有点。附近只有故事树而已。哇。哇，他叫金拱门，惨啦、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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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干嘛了。要干嘛？飞游戏再飞回来。飞游戏再飞回来。那么麻烦、嗯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这个故事，这故事是什么？某个王国的长老埋在这边，有他的显示，可是没有说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他说，就只有说埋在这边而已，好像没出现任何信息。对啊，我这边问到一个东西了。什么？一星的船，拿到船道具。哦，船， oh, yeah. 船，跟你走。船在哪？我100块，我飞。好，现在是要花钱，又回去了，回村庄，飞我，要回村庄了，回村庄游戏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村民多好几次，多问几个人，还是会出现新东西啦。要重复问哦、嗯，就是以为问过的人，可以再多问几次看看。嗯，他有时候给你不同讯息是吗？就是刚刚以为都问过了，但事实上还有几个漏的。什么？好，旁边那个好像是二星铁锤，不对，三星铁锤，可以飞我了。好，有人说打兔子也会掉冰棒的样子。居然。所以我们只好欺负羊驼了。对，你们真打羊驼，好可怜哦。那附近有那个吗？有鸟点，有。建议是去湖上先拿船再过来点鸟点。对，好的。这里吗？走喽。还没有。有人呢、欸。哦。得到了帆船。哦，飞好慢哦，飞快一点。嗨。飞快一点，你飞到水面上直接按一，然后就跳下去了。耶！我讲话。好耶，有船了！咻！嘣！我掉到水里了。然后等下没跳，直接跳到平台上面。耶！走喽，船快多了。
不然游泳都很慢。真的。下，有人告诉我说很远方底下的。哦，没有，那是地窖。我们旁边有个三星铁锤，如何要去吗？啊，去。直接从海岸游开船，感觉会不会比较快啊？可以试试看。我靠，河豚，河豚，等一下，好大河豚，好大的河豚，等一下，你不能上岸啦、啊！鼠在干嘛？三星河豚，打他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进那个树洞。哦。你怎么又引走了啦？他要进树洞卡，然后他进树洞卡。你真的是，进来！进来！啊，宠物在外面打架，宠物在打架，我把宠物收起来。不用，把它收起来。宠物很棒，直接打！对，宠物很强，爸爸，我操！啪叽！你掉东西吗？没有。臭河豚那么大干嘛？他不知道从河岸边走，你们先从河岸边走，我先回去点天亮。我从另外一边先过岸，然后再划船过去。哎呀，人鱼哎，人鱼很强哦。快捷键是什么、啊？哦，一，然后自己会收一出来。哦，这边有女神像哦。为什么我觉得船游的声音很像在尿尿的声音啊？哦，有经费送门，经费不足就是你要这样，是啊、哦，那个就是传送门要打光。哎、欸，有海马哎、欸，不假，二星的，不知道应该是可以抓吧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鱼在，鱼在陆地上走啊，走，夸张。Hello， 可以摸摸你的头吗？可以耶，乖乖，哦，哪里有这么乖？啊、对不起，我看到巨人，快跑！好可爱啊、喔！妈，兔兔给我吗？过来，快了！在讲什么？这只兔兔啊！这只兔子、啊、我到旁边的女神点了。哎、哦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床在那里。刚刚还骂了，很可爱。抓他！他能抓吗？啊，对，我在这里等他记好了。他记得要直接飞我，这里有女神点。好，天亮了。天亮了，他记飞我，女神点。今天一号死了。好。请二号开始回答。二号是谁？我来了。你来了，你飞了，我走了。好。帆船是用内裤做成的，蓝白内裤。哎、欸，我飞，我飞错了。二重奏，我好像飞错人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你在岸边，我们到这边，你飞过去，你海边，海边，往外海，往海。外海哦，外海去。这边要自己用爬的吗？不用爬，用跳的也可以。士兵。啊，钢铁帝国啊！钢铁帝国他们在打什么啊？魔法反应器，哎、欸，开打了！不！嘟嘟嘟嘟！看，原来是打我身上的声音哦！哎！真是啊！好像回力镖伤害没有很高哎、欸，我还是拿弓好了。回力镖要 combo 很高的话就比较痛。等一下，我是打到对面那个东西，它在动。对，它快爆了。这是反应器什么样子？打爆魔法反应器，极佳的目光。它好像很多血，很多的感应器耶。对、啊，而且你左上角的其实跟这个的图是，跟你用的那个第二张地图。好痛！我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！射！两只法师。出血喽！死了！你死了？没有啊，我说对方死了。
好，你不要吓我，这样我会很冷，我没补到你哦。这里还有，哎呦，银戒指。哦，对啊，我拿到一个银戒指。打白银炉。这里他们有在打架。对啊。有点凶啊！呼呼，哪里？你按那个 R 可以分身。哎，对哦，我每次忘记，哎，我按到什么？或是你可以按 Q 啊？喝水。喝水。还来打？喝水。把白银丢下。对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我们在这里。还有，非常危险。对，摧毁那些感应器。对，还有。摧毁那些感应器。我射到。哦，太远了吧？你那个子，这个雷射也太远了吧？弓箭射得到，可以了吗？嗎太感谢了。有了吗？有。给我个回力镖，跟合成书。可以做实时装备。旁边有个四星祭坛，要顺便过去看看吗？为什么只有合成书？可恶！我也是合成书而已。真假？拿到紫色回力镖。我也是合成书。为什么你们有多东西，我没有啊？可恶！都哪里有？可能我两个比较帅吧，对不对？可能我比较帅。哦。旁边有紫色的四星的祭坛。对啊。好。哇，楼下有喷喷。口水怪。等我们回来抓你！乌拉！我怎么了？我以为下面是水，然后从上面跳下来。紫色祭坛，对 就是我们刚才问到一些情报，然后他们说这里是紫色的祭坛。有哎、欸，可是哎、欸、哦，要从下面走是不是？好像地狱门哦。对啊，是要破坏那个对不对？打爆那个就好，打爆那个。打爆了就好了。这个说到地狱门吗？对，啊，只是前面会有好像眼睛还是什么来打人，就恶魔那些的。啊、异教徒啦，这样想。那你在树上用雷射一直射那个门呢？可是那个异教徒，异教徒很凶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到最下面啊。不是啊，最下面。我最下面。你看地图，我们在。我看错人了啦，白痴哦。我要打了、哦，有人长得跟杰瑞太像了。我打了、哦，你打，打不到，有吗？有，可是他们没过来，可以耶、嗯。有一只虫，有一只柠檬虫冲过去了，狗狗也过去了，冲过去了。狗狗姗姗来迟，哈基，你要不要退后一点啊？没关系，他们都在往里面走，是往我这走。可是我赢来嘞、欸，嗨！你在找那个，他们在找。我赢他赢了。团队走过来，团队走过来，团队走过来。看他有只远程，哎、欸，我的树叶啦！他在干嘛？他被我环树了，地板那个。救我！他死了。我可以打门，打门，打门。我可以打不死。哦，不要打门了、哦。啊，我又赢了一只。有、啊、他走了。他们在那个，我们要靠我们打门的。哦。他们是不是在修门啊？对，有一个修门。先干掉。哦，越射越快，越射越快。啊、那个修门，我就打那个修门的。哦，這個、来了。嘿，陷阱。哇，我连机缸断掉了，可惜。来了。没事，继续打，继续打。有，我要再打完。有一点。我在打门。感谢。又来了。我没还速了，要先打掉。在努力打。他是不是在打我啊？对。哈哈哈！我感觉不痛啊，我完全不想理他。没有地上来，地上来我在补他，对啊，
这小恶魔是不是近战不能痛？他放魔法才会痛啊？小鬼吗？对啊，小鬼打我不太扣血，可是他会放火系魔法。哦哟，走开！哦、他会闪我招，小坏坏。火系魔法很痛，火系魔法很痛。原本要打我。打了，被打了，门剩一百，门剩一百，过了，过了，打架了。所以有什么东西？几只？现在几只下面的？我获得一个手套。怎么又是胸甲？我获得一个手套，你怎么是给我手套？给我武器啊！你死了，死掉了，好凶哦！我也死了。哦，他死了。还一只。哇！我在倒。这。我转回来了。哦。手套，你怎么给我手套？我要武器。这是正式版。好累哦。走吧，四星小经理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拿东西。在哪里啊？在一样在过去的岛。本蓝天那边，本蓝先看你们装备点，大家点了。有啊，我刚刚有一个，我有看到。那个华府，我现在是。哎，哎小，哦，肩甲，亚麻肩甲，有的。肩甲，那我先飞过附近。所以你等一下会传一下吗？那我们先回村庄。好，好，你们回村庄吧。等一下鸟鸟我。好，鸟你，鸟我，对。好，村庄哦，没事。这个村庄，看能不能今天十点前找到神器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区域逛的最后目的就是找到神器。嗯，打装备，打到最后就是想要拿这里的神器。嗯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要个目标，草泥马。草泥马，看到草泥马跟我说，重重有赏。你是标个星点。有什么赏？那我们刚刚哪边有草泥马？给草泥马重，我不知道哎。刚刚的第四。给草泥马重重的一击。可以飞我了。你在哪里？我看看。我想卖个东西。哦，你怎么在海？你怎么在海岸海外啊？那在海外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飞到鸟点，让你们过去？我已经起飞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跟着我一起走过去。那我等你。其实你可以飞我，然后自己控制滑翔翼飞过去，滑过去就好了。在旁边那个白色吗？对。这个好远啊。哎，所以可以飞你了吗？可以。然后你自己滑翔，不用了啦，我已经到鸟点了。你到鸟点了？对。好，鸟女神在我旁边。